第二名避难所来自声音十分有辨识度的周深。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柳岩舞真的是惊为天人啊，以为是哪位实力唱将型女歌手。后来看了 MV 和她对17岁的自己说的话，我真的很感动。如果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身上的优点不放弃，一切都有可能。我们来看看这三首歌的 MV 吧。When I close my eyes,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Everything you said, I'll keep in mind. The rain will stop, the sun will shine. If you're by my side,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我知道你现在过得很不开心，压力很大，就算你很有可能甚至连说话都会被同学嘲笑，你这一点奇怪的地方跟别人都不一样，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要跟别人一样的，会有很多人，很多人要去打击你唱歌的梦想，但是也会有很多很多非常多爱你的人。你看现场来了这么多人，都是来听你唱歌的，一切的不理解都是暂时的，你很快就会长大，很快就会证明自己是有自己的价值。17岁的周深，别害怕，开心点，加油。